今天来开箱我从淘宝买回来的兔子床头靠垫，开箱好开心啊，期待期待。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，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。我买的是红色兔子，超级柔软，超级大只的，可爱吧？你看，都跟我一样高了，布料很好，影片可能看不出，里面的棉花并没有很多，有点散散的，超级可爱的兔子耳朵，有拉链可以拆开来洗，很方便。就这样撤。